首先要讲美，你都开心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收看明后电视台福州话节目讲美。今日我邀请嘉宾也是谢志彪哦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谢志彪。今日邀请的嘉宾是谢文令先生，谢文令先生是咱个明后请后来，是福州鼓楼区水油股的干部，伊是咱个福建省西五节文化米兰保护项目福州。欢迎北影的段信英啊！你看一三年啊，伊编辑出版的《说文句》好了，福州北影字典。观众朋友，各人好，我是孙令。今日有幸你啊，明仔电视台个五美节目，跟各人全力盼望。是你呢？你上几年编了几多文？福州北影字典几多文句？花了一拉四海啊！我算算个么？电视机洗脑。福州话爱好呀，或者大福州话，文言字为重话个爱好呀，这种可能都看过你几文句，也买过你几文句。我相信你比我也攞得晒几文句。好啊，啊，好啊，福州白银几文句最好了是吧？哎，我家都村老人啊，名啊名要身边，我爸的屋里啊，真的，我小时候嘞，可换几文句，可换几文句，因为也好嘞，哎，看嘞嘞，伊种情况说红的情况都白说好的嘞。啊、我呢就按佢簡單嘅嗰種行，我譬如講冰字昂嘅樣啊，溜冰零零啊，就按所昂嘅都加所行啲嘅，啊拖啦，即係按摩之啊，對唔住。只個拉拖出嚟昂，一接嚟昂嘅水要多多啲啲啦，咩順啲就幾啦，治好咯，治好咯，治好嚟。謝你啦，只按編輯文具肯定你花得一拉四海，你大概花到多時間就編成一文具呢？古咧就讲南南人员提牙咧，提牙咧提牙就讲伊独立晒白银，古咧就讲只要残嘅人独立晒白银一点。但是我做啦是牙，看我平安，平安一点一下就讲，这有咩牌？咩牌就俾个看门我爸。我爸但伊咧就到咗古咧白银一点。伊哭音拖滞，通过我哭音，把伊推出来咯。哦，佢讲鼻音之点之有，佢咬音也似红眉，啊红，公公公国，公公公国嘅红红红红，红红红红。哦，佢死咯，佢咁带住只兴趣，兴趣大家一下就仲话谂买剪镭嘛，但系发现系鼻音之点，仔呀，一下就孤嚟，但孤落下咁，鼻音之点啲咧。将吞灰佢是我依啲咩作用？伊冇话手印，伊冇话酷印手印，讲波少手印，佢讲翻呢行外又看咪灰嘢，咪电摩，只个看下来呢，将只白印咪电摩，但佢讲只算讲，系吸变我新嘅一点，矮就讲细，细人佢是我依点咯，你何来？个人比较多人来故意看啊，灰嘢。就讲南亚这边只，解决福州话这边只，只音叫这种色啊，哎，但规个只算可变白音一点。哦，这就弯啦，我从电视机上就讲观众朋友啊，每天古往人咩白就讲，真系学福州白音，尤其是就讲我哋社会一节就讲锻炼呢，还加个年轻呢。古咩白就按七零白银就按概念，就系先学白银啊咩白。我看啦，我见人听到人家四零年里人家就咧真系嗌机会，佢嗰阵即系呢工都讲，就按福州白银之啲啊，教我福州话，以及依嗰阵就按两者之间关系，你讲得晒嘛？有，今日就系四零年请你咯，今日人家福州在基础开始讲嘛，这个先学福州白银先咧，冇啦。那福州白银啊，我系个人认为啊，事实上人家是讲个几点水哦，只问住就是个人家生活一点水用嘅，是人家你所生活嘅工作当中啊，用另者私者所谓更改主，可以点话讲咩？真系真。福州白银用一手一百件嘞，是讲如果那个写诗啊，像写古咧，我持续到成那个写诗就比较容易哦。就咱所讲诗，用是固体。一年人家办这种事，大有理啊，啊，送桥流啊，就话名友啊，歌友啊，真嘞，嘛啦，一年就话嘛啦，啊，福州话推古诗啊，整个阿红了嘛，人家阿妈说普通话，阿妹就讲推咩阿红嘅，说福州话，
退一就直接压哦。真系啊，就讲在太闲了，情况人家好久哦，所以古汉语情况哇花路嘛大，对吧？就你讲是那个北音哦，你讲挂鞋的是你呢？佢像书里阿记啊呀，人家汉系有中一个字要汉掉就开始哦。但佢讲依只标音换到时啊，佢冇话讲注音哦，搞一下就发电用注音。而家正常就做英语字，啊，光风嘅光恶嘅嘢，只要正调之下，嗯，要切音，哦，开始就用西中话嚟讲，做英语字典，哦，但用教后就讲短信后，福州北音成后，啊，结果已经就七万年噶啦，那福州北音做咗啲以后咧，睇下福州话短信啊。咪是多即仔，比如一条多嘅，有猪之后仔先咧，而家猪咧你坐来坐来一多嘅，系，比如那家有猪，那个就因变化就少喎。嘛，佢讲猪是有望佢，猪就仔猪，做乜仔？你只佢俾我嘛，伊做乜就个眼线啊咁指定，诶，古咧就咁猪，然后坐来坐来多嘅，多嘅时候就讲啊，好似我哋。古汉语攞多嘢啦，特别我叫花路，你到你家转嚟。我看就讲是你呐，女士就讲福州北音就讲指定做这。我看是你个观众朋友介绍咯，就问猪。同时啊，我也希望能够电视机上就讲观众朋友啊，佮要唱歌，你只啊就讲松姜，加到就讲听电话就讲好声，就你看人家自己节目。系好啊，冇啦，看你间攞噶，看啊，我冇就讲是温柔啊，诶，希望福州话，攞一个人好事就讲北音，好事好福州话啊，以后搞到就讲，写岗位固体就讲纪律师嗰啲嘢，我一定要帮到。我爷先生啊，佢讲话，福州话啊，是经营纪律师变也嘅最好根据。冇啦，佢讲南外表，一时啊纪律师，一时啊系蛮好，就啲英文啊。福州话啊，讲嘅好，佢讲北音理解比较亲切，比较亲易。再来你讲话，因为这个福州话讲好，这个你最少一百只这一边呀，啊，边只一百，哦，就是讲声比较圆美，圆美顺潮就嚟情况咯。好啦，我谂今日冇你说你那样咧，人家帮助首先讲嘅亲临北音，啊，佢亲临入北音多嚟做呢种好，你觉得呢？计嚟话先学北音咩？做啲要機會啊！我去過嚟就係教啲學識，就能啊鼓勵就咁就背音，到嚟先學是背音。就你啊，就背音就係能啊辦苦用功嘅，就話就係持唱用背音字嘅變難。持唱用，就持唱功嘛，持別功要教能啊好過用空屋時啊，因為依度啲外地嚟嘛，啲亞洲招，佢唔係咁招喎，因下啲亞人就咁，依就。就跟俺们混兵啊，不如上盘你都靠八人的接替呀。你不要带刀啊、乱石啊。伊拉南北讲就话唔明话教你，唔该伊学校内去编就话福州话嘅，教啦。就是学福州话嘅就话教啦咯。但佢个伊就面就明我就吃餐咯。北音字也变难，佢先可能简单嘅教啦。是佢阿咧书面确行嘅。佢喺台边咧嚟睇。哦，福州话晒，喺佢讲呢句话，鼻音就你要转那个开始。哦，其他讲啊，鼻音字典仲话变难啊，到咧写完咧，自己讲仲话变成啊啲，啊，伊属于背分论，即讲我冇可能讲到空屋今天嗱几年时间就学落去乜啦，大部分嘅福州方言啊，如果来年咧自己讲仲话变成啊，会多咧大变成啊。佢就講輸拿機啊呀，就講要切激光教人啊，好強抗烏斯基，得下有靠持平啲。但前年嘅時間，要到後朝你一橋互通，一橋互通嘅話，佢邊就話好似我之前可能性幾乎是冇，但係到嚟台邊，但佢要關注拿機啊呀，人啊靚翁係少咗，哦，學電打。电打，电打喺高咧，佢啲科技仲话到退一啊两咯，譬如四珠五经啊，又一经啊，包括就英昂啊，呢度退，呢度英昂唔讲边语，比较熟比较好，而正经乌社个所边就讲乌边个所讲珠，哦，摩斯古音课就个一段古音，
很有名气。哦，一个人就爱变有中华之珠。啊，故讲按中华推菜就讲，嗯，爱讲只问饼，爱主要是要饼打一边。饼打整个层面啊，啊，一不但中华有文化，但中华古人古和中华都有在内。嗯，但古音啊要研究，啊，一家论证中华汉语古音，讲个现在，中华应用转变，特别啊，古体都受过西风。从咩样嘅话吧，啊，讲先啦，西有古今嘛，地有南北吧，哦，啊，这有境界，应有同意，啊，嗯，是点样啊？你就会是用胡椒、红洋饼嘅炖生腌，你在饼嘅做腌我哋，而家呢个是比较官威嘅，真系，嗱啱谂我唱，是点样？就你讲到讲饼嘅做腌我哋，啊，系嘛？系有饼食得我哋，其实就我哋是真简单。只讲跟人家乡下生活一点，我哋是属于，一些做古代古汉语就我番茄做音，跟古汉语连个清音跟浊音，哦，系时代上的古汉语时代上的并存佢，一直古人我说都黑嘅之端嘅，哦，系都天天都变路，哦，诶，或者话俾我属于讲我口语啲嘢都风向散嚟散路，散嚟散路之后，依然讲都。就个按清音、浊音，就按的节律哦。嗯。有时代上的有节律哦。少做少做白音。哦。就白音白音白白，就音节。嗯。但因为西班牙人误住。嗯。广东用有三音七八，你咧就按的音节，音节成了一类，音节就讲人家讲话又按说贼，就所谓音节。你边喺度咩？边喺人？边个哪哪个命？或者所谓应节的啊，名雅或者南美应节的啊，就所谓汉人就所谓应节，哎，也是古来的中央定义。福州呢，一种就讲清音啊，浊音啊，以种讲应用区别，啊，一共是应病、损量、应口、应意，用病、损量、用口、用意，真系种讲嘛？这里啦，真系种讲，比如讲公理吧。公公嘛吓，即系音节学公啊公，但系公公共局，依住你住你仲话音变所量音区音意，公公共局啊，但系公公共局，但系就变用量用变所量用区用意哦，仲话只你点样推嘅字，俾就系鼻音之字学鼻音啦，鼻尊推音嘅咧，真系，佢哋念啊计推到窿人呢，公公共局。公共共谷哦，就是讲北京声音，北京音节，诶，北京音节，而且每代诶都有北京音节处理，冇啦，诶，那就话比我这样推咗佢，或者用在福州那边讲，那可我仲话北京冇钱啦，冇咩啦，也系可噶，冇啦，但在观众朋友嚟讲，伊都未会嘅观众朋友嚟讲，伊会哭哭。仲有病嘅，佢推仲有病，可能過一定嘅難度，佢有熟悉嘅，依種冇難度喎。冇啦，都真嘅，咁我就聽四點兩句，第一咧講到講病嘅，仲有苦，仲有苦有嘅，亦仲有破幾仲有病嘅基礎啲嚟，係咪嘛？係，嗯，福州話啲咧，依個病，依個就相當於啊，福州話古來拼音，嗯，拼音有三毛嘅五毛，誒，跟人家現在肯去使用，誒，依三毛成語嘅。就依家都使那个汉语，比如讲那个呀，溜，哦，溜，溜，啊，边，溜边，叫，用到晒福州话嚟出，溜边叫，骑得坡，下正力，四眼目五草丝，成乌嘅，有啲三毛成乌嘅，佢退缩个，是相当于那个乡下拼音，你话三毛，三毛随便啦，那佢计啊，到底拼就拼啦，波波摸，诶，冇啦，你话算多系，我所有，但系乌毛散嚟散嚟，乌毛散嚟散嚟，我叫葱啊，花，就是乌毛，香，主要多晒福州话嚟读，你那几位成乌嘅三毛读书个，散嚟散嚟乌毛读书个，啊，到底拼就那福州话鼻音，到底拼，哎，都拼用鼻音用头亮，用台柱的注音，嗯，哎，注音就拼下一下，你就写啊，就比如说啊，还有公，啊，叫从公，叫从公，但以公作为起点，就鼻音头来起点，但是公共共国，嗯，
就要清音是这样，并送他一公公讲谷，就周英，问他么大个就乡里有哪些？问他么大个就厉害，周英，哎，周英比清音大，啊，红浑浊嘛，清音是生老生老死哦，四百英节，清音就用是生老用四百英节，伊个头来用板娘啊，就西南啊就用换钱的周英，还个生老个换钱。就那里到那里去拼要换钱，哦，去到个拼人啊，好似话就学到个哭，哎，哦，就到个哭，如果伊就白相偷嘅，要学哭，哦，就学哭，要用下清音，用清兵，用用公公讲国，公公讲国，你就是在学哭音，仲要学哭音，做住讲说住，白白白白应接就学哭音。不但我代表官队名要冇你所有，边个人家司机仲话打，是系，不用。下摸是先咯，乌摸是先咯，你解你边？打就跌啦嘛，下摸就跌，所以跌啦，跌加打，但打都乌摸就加，哎，乌摸就加，就加，就用打就用加多加昂啦，只有老嘅，啊，都加昂，跌加打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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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就系周英嘅单量，哎，就系之类啦，马打，仲讲阿婆，听说你两个呐，是即话，那个。好似白英啊，其实也冇钱啦，也冇钱咯，系啊。就从个生活，生活呢边所用嘅，就讲中学，就讲我离啊。好似福音，就讲啊，学我。连四十多做下咯。诶，像人家一摆工参与啊，就会羡慕。但是人家都我就讲，普通话拼音可以低台。我哋又叫你咩？啊，比如讲溜吧，溜边叫骑爹吧。最多的下摩啊，下摩，下是啊，或者我话仲话下摩溜边叫骑爹吧。那汉语拼音是啥呢？是勒波哥科的。哦，嘛呐？那坡他真历史，就那样坡特兹勒斯。哦，这种话，不是讲也真简单，也真简单。啊，哎，谁的呢？你听讲个啦，乌摩。是山里山啊，山里女。古代汉语主要是山里女昂，山里女昂。但系明朝成日伊，佢编字成日伊，也呢世山里女昂，但是就些啲音，咁古代可能有发生变化。但系偶是双根，双根伊就叫合并啊，就那种山里山。哦，山里山，佢是只好似话乌毛山里山。佢哋之中就乌毛山里山，我不讲佢观众朋友睇到啦嘛。就讲人阿可恶鼻音。这个都特殊，三毛跟五毛，冇啦。但唔一定用多学步，学步因为对面练练路练几多呢？几啲咩好？应该有，都好脆啦，就系啦。像做佢应该佢嗱个咩嘅嘢都欢迎你，就一家叫。但系依古嚟话，春花香，秋山开，嘉宾欢歌，书卷杯，古灯光，灰雪满宫。但系仲话仲话，神系古嘢就话。别个情况，佢高咯，高一咯，就介绍就完咯哩，伊就话咧，古来咧就不一样嘞，古来男人对我爸咧咩，除咗爸嘢就不一样嘞，就男阿兄阿娘可恶，伊那又不，你那一摆伊就都晒好，只话偷，诶佢偷天路啊，就晒啦，真系，我后我可背，仲话年年我也背咩年，你系背背咩背年嘛？嗱，我背是咩背？但系我已经话唔系啊，你系背，冇，诶，我必要个观众朋友。工都工，攞仲话人家冇考嘅仲话跟人我将仔拍咗佢，哎，佢系我啊，水水，只要你推打，冇啦，只冇拍咗佢啦，哎，佢仲话更好啊，你做一叫嘢很好啊，好咧，佢只要佢女啊，佢啲讲是你啦，即系推埋你啊，上嚟生嘢就乌毛，咪埋推嘛，推打只冇拍落啊嘛，上毛个乌毛就对白，就对嘛，佢唔系冇仲话你推推上毛，好咧，是你啦推乌毛仲嘅，好咧，好咧，佢女就真要上毛开嘴嘛，好咧，哎，六。边叫其爹坡他真力士英梦与草西，这个那连贯呀，个三个说了西罗。哎，后面连贯也推到后面嘞。对吧？六边叫其爹坡他真力士英梦与草西打仗与工地。古代就是中央，古代说的民有咯，哎，是你那女人哩，你做上来三年，就我五毛啊，也说过说过推打，我也个变刀就我鸡毛都怕打，看到吗？看来，哎，春花香秋山
开、嘉、宾、方、高、书、金、杯、孤、丁、光、灰、烧、恩、公、鸡、东、高、郭、西、居、鸡、山、吹、车、天、客、妹、外、家、狗。哎，你只按推荐一个五毛一个三的三的，其中有少部分个汉语拼音个五毛，叫我声音后你啊算细。但是有哪咩我睇住，有所谓你说居、居、哎，有几哪咩是啦？冇啦。但只讲这里，三来三来这里，只是讲有拼音跟变通的音，你看看啦。居，一家做五毛，下都推得居；过，伊都推得过，因为伊是西班牙。佢個一摸半年摸就講佢仔成啊，佢就使處理，就講使使看我，哎，就解決就講呢啲嘢。這啲人講，比如就講，嗱個少少看嘢好照我啊，就講照我嗰啲恩愛又成咯，成咯紅爹，你就講烏煙冇仔就講紅爹，真係你有冇愛噶？有，有啲愛噶，但係好照鮮明啊，見下就講先啦啲，相貌、運貌，佢家咧素嘅，你帶他，但係看咩係見到噶？看的莫里沙高，但是因为看一百斤的肉，也啦，所看我这位，但我这位也哩莫里沙高，六百块钱，该了啦么？阿弟吧，我哩跟侬讲嘛，世界也真简单，一个人是尊重我哈，因病所量因口因意，尊重作为爱内三世，但尊重用病所量用口用意，五六七百对他，哦，就为了，比如讲产工一下九重工。啊！啲工就叫充，他老两就工咯喎。工啊！那片那伊那些啊，叫充，诶，啲加税就啲工工工狗，就啲狗到啊。哦，就啲狗仔到啊。狗仔就啲人家讲多狗些狗，别讲在那那要破咧狗机就讲狗，即系你咪识啊？个老机啊！啊，等你做样做样就讲啊，叫充，诶，啲加税就即系税就代表特斯因，特斯因狗。哦，冇啦，是中华一代，冇啦。哦，佢中央个宋亚翁中央联系咧，再摆讲哦，只咯是有枸杞啊，我就都破咧枸杞啊，就。哦，佢个乌烟冇济，真系有中央声音，冇只济，就喺中央你带他。啊，比如讲啊，我好中意我，我讲中央罗胖胖胖仔，胖仔只咯唔系识啊。啊，但你都讲咋先啊？就说就说中央破山，破山，破山山，破山胖。破山胖，胖胖胖胖胖，你就加等于破加山，佢就加牛，加牛，哦，就罗胖胖话胖咯，啊，比如讲，啲边咧煮煮攞住拍走嘅，破山，诶嚟加白，白就叫胖胖胖胖，胖胖胖胖拍就中啊，就中啊呢类度啊，真系学识啲啦，嗬，真系用啊，所以咧，你中啊，你一句做哪嚟啊嘛？哎，但别个人家住起跟人家普通话这里，就讲啊，没事还在，但是拼音所用的道理，比如哎，我今日做呢，是哪乜嘅呀？我就是啊，叫兵，哎呀，兵，我就哎叫他老娘，哎，你他老娘嘅，他哎就比如说叫他老娘，哎，他老伯应接嘛，是啊，白就比如说个在北边应接，叫兵哟。誒被英文就推推到最後去啲擺嘛，真係冇啊！係一種古嚟嘅呢種啊，一隻聰明人又學得一樣。你知啦，那些種啊，舊年嘅渠道冇，至於我上電視機洗腦觀眾朋友啊，如果老家興趣啊，一定係多人認真都多人嚟聽啊。真係，通過你知啦，一聽講啦，一個人就是冇興趣呢，一啲啊冇基礎呢，聽啦，也大夠初步了解，冇啦。但我冇咯啊，是點啊？我和白英台是啊，建律师啊，我冇帮侬啊。或者南美王是啊，建律师呢样，然后我咯，胡椒白英，我是落开场，我是落再，冇啦啊。系自己咁咧就讲，系人家回答就讲，白英我哋左学晒，诶，你推推推错咗，推错啦，左学晒。白英佢西学就用西洋基本学，西洋所啊讲就用人家白英就用强语讲嘅。英仔未识啊！你胡椒我一啖唔系仔识啊，未识都系识咧咯。诶，通过苦鼻音、苦鼻音之间嘅磕拖，就诶一仔做咁识啊。即系用琴，诶猪琴定啊，琴嚟做咧未识啊。诶，你通过苦音啊、
空空空，哎，那个其中空空空就搞这里了，哎，这头头的，哎，就哎些了。但就是说，那古人就讲，哎，那个看猪看宝，哎呀，这这胡椒我我推选了，胡椒我没推，没推，但就说，哎呀，这些两个名人，我以胡椒我没推，明年一啦，胡椒我未睇到推打係嘛？但係都咧做推，誒靠托俾人指點，誒指點就嗌到偏幫咧，波少用波少嘅托托啊，用掌公嘅嚟即係加到掌公嘅點咯，但要俾人推嘅嚟，誒即係俾人推成咗應，誒就胡椒我推應，誒就是第二樣就講西河，誒但係第二樣就講，人家現在好難硬啊，講胡椒我咁就見難下聽咯。真係真係，誒就咁咧，就講佢不歡迎我同我上帝，就講強一代。誒誒，但要通過人家苦逼認識，推廣，我就講班啊。哦，誒幾行嘅推演。誒，佢哋我講講咧，人家兩群，因為普通我冇意思啊，人家福州我佢玻璃個意思啊。冇啦，但福州我周邊佢玻璃個。普通我做因那种数量噶啦，故讲伊这里有咩所用嘅地方？你对台普通我做来，如果开始对台普通我更加兴下先，要福州我去做拍档。真系，以前未够，做因未够，互相食声音咧，就变咁难下听嘅声音。通过酷评，诶，又个标准，福州话就讲又标准噶啦。但第四样嘢用到先啦，难下听下佢哋讲爱做仲话。但我係師，好似我係你勁到工具先攞啊！一你工具普通我啊，一佢就工具啊，白英嘅情況，扮嘢咧，扮嘢咧，啊，扮嘢。最多嚟做正啊，即我推做師，一壓紅，一就壓到。佢講一自卑，就代話紅屋係開啊，做師就講做得唔多曬。誒，比如一年仲要四年啊，工嘅仲要。有四样兴趣啊，冇啦，真系仲话，人家即系福州话，仲话推仲话古客语仲话是书啊，但普通话推咩啊昂啊，依个福州话推就正啊，即系较好听啊，偏到比普通话古好听咧。冇啦，你旧年做啦咩嘢呢？啊嚟吧，啊，比如讲我旧年就祝福仲话摘花听嘛，相对普通话嘛，相对普通话咧，锦城丝广日纷纷，半路江风半路云，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，哎，就是普通话，普通话也系好听，就我福州话比古好听，就么？哎，普通话这点你看那的，他老五啊，绿风风风，哎，第六半路云，哎，风云，哎，第四我几回闻，系咧，这就一直的恩义红，莫恩怨话，云就一点恩义红啊。哦，真係嗱，但呢我本來是，但呢我覺得是我做阿昂啊。如果一條絲那細，福州話推你就也昂咯。係福州話推人呢？呀，摘花傾，見上時光逆空空，傍一公空，傍一空。出口只因天所有，應該能大機會翁。哎呀，睇嚟講，哦，普通話的冇成咯，戇咯，哎，前面福州話就戇噶啦，戇就你，就你知啊，就叫翁啦咧，真係翁啊，翁，即翁嘅戇啊，翁，翁啊，翁，翁，翁，咧，咯，真係福州話就係中文好咯，真係真係，誒，前啲咧，我上電視機睇到會關注未啊，跟我是所樣嘅，我所謂蘇門嘅大嘢是聽哪啲，我不如我最卡時間，最對時間就靠酷病，而最卡速度靠就話。番茄加注音方话，你变谁种话好字话，我冇种话变化。但系我原样就种话，所以过咧，种话嗱就讲，你就通过发堂时间，真系，比如你讲学拼音弄啊，你拼音三冇五冇可能记，即系硬个记啊，叫做睇书个，但系教到你拼，咁推，但系嗱就讲注意少少个方向，就因你佢，嗱佢咁诶，佢我呢摆清楚喎，就按方话摆个，就按我都看了看就被偷咗晒啦。做咗又挺简单，佢哋通过嘅时间，用推演去偷中考个，用按摩、按摩，就写几嘢偷中考个，多啲拼，方话哦就解决个。但多几嘢要拼，所以都多几嘢拼就俾中医都睇到佢。用酷鼻影见方就冇啦，亚视部门亚到奶奶奶，睇到睇，用偷书个，速度就卡。变欢迎就卡，过去讲世界罗啊，哦，北音啊，也冇成了快手，
简单的病患，每一个病患就是啦，手头难，手头难，手头中中啊，被人挂出一边，滚瓜烂熟就冇啦啦。比如讲，公用嘛，公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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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经用经经经济经经经济，你说你做哪种话难个么？伊就职业，就职业伊起价中啊，已经拖着一种话，好话，就讲懂个嘛。研究呢，你必须都系喜欢种啊嘛。比如讲你那美元啊，那所听嘅那啊块公公公公，已经变好了。淘宝那绝对有啦，就有噶啦。转头要啊，肯定真系真系，都兴趣都种爱好嘅类。真系，但种话，那件事呢要时间么？时间一下嘛，阿你估一难老妹讲，但种话时间应该差不多啦。那啊，多我嘅话咧，多我嘅地理，种话关于关于病嘅种话，阿你估一难老一讲嘅，因为。阿罗基讲中嘅，阿你介绍你哋中嘅，阿来阿有，佢阿来，是你当见啊，那个住喺平嘅新港话站咧，阿来是属于另外属于环节。